包不能离身了，我现在发现了。包不能离身，你们怎么可能把包给离身呢？而且这么多游客，人拿走了，根本就不知道。走哪儿沉死我都背着他。我跟我说的，跟我说的东西，你这么重要的吗？我怎么知道啊？你有人看你包啊？我刚刚是那个韩国教练跟我说，把看着那个相机，两个都跟我讲。我快疯了，真的快疯了。 我去看一下。天哪，我怎么办啊？ 联系上了吗？空空乱组的人？刚才通了一下，然后断了，他们在路上。他们说了吗？有没有报？没说呢。对，先不急，因为急没有用，没有用。不是，不是，我特别能理解你特着急。我告诉你啊，一点用都没有的事儿，就不能急了。所以先不急哈，我觉得肯定在航拍呢，先不着急啊，不着急，因为急没用，宝贝儿，肯定不能不着急，着急。他在问呢。啊，现在是给谁打的电话？司机给那个他们。我们就是在那个车上，还停下来等。他现在。 咱们红姐包里有她电话，偷走了，肯定就那个了。对对，通的是吧？通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包肯定还在。 怎么回去我都不知道，还是不会去。我有一种预感。不是，因为这底下人太多了。不是，亲爱的，我跟你讲，就怕那个包搁在那儿没人拿。不是，我跟你讲，麻烦大事。为什么？我从这儿怎么回中国？回到中国以后，办证件，得一件一件的补，我什么证件都没有。而且我的所有的信用卡，包括我的电话，你知道电话里面有多少东西吗？大麻烦了，这是。哎，你说。 真找不着怎么办呢？姐，补办南极什么？他去得了吗？那怎么办？啊，江大成，他也彻底没有任何兴趣了。他没兴趣。对他太难受了。
说他说现在有一个跟我们同一个时间的时候有一辆比较大的大巴，我们十点半发现丢的，对，然后他们十一点零二走的，这一台就是他的车牌号码。他们是在联系停车场那边，下就是他们那个有一辆车是全是墨西哥人，然后找他们车上的包什么。然后我们现在联系就是其他景点的那个停车场，看能不能找到这台车。然后它是橘色的大巴，橘色的大巴。那我们现在我先联络另外一个导游看。好的，你先帮你。喂，张琳，你有这电话，那你就把这电话发出去，有车牌，有电话，这样子你就马上打电话试试看。来，人齐了吗？你好。现在一个是报警，然后再派一组人去跟领事馆、大使馆去联系。啊，我们这样。这边报警的话，可能要去一趟公安局，然后呢，解去。对。啊，来，带王林去。对。走，咱俩一块儿，咱俩奔这边找。行。上哪儿找？你一这么找就觉得无望。你有志婷电话吗？我真的崩溃了，怎么可能把包给了他们以后能够随便扔那么重要的东西？我要做节目，我真的没办法。我要是不做节目的话，我绝对是包不离身的。可是我把包给他们，怎么可能把包给弄丢了？而且是那么重要的东西，我真的崩溃。我越想越火，我真的想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可是我真的越想越火。他又要录像，他要讲那个球。我相信他那个对镜头的经验一定不是那么丰富。他们如果在那边的任务获胜了，拿到这个球，将决定他们的任务是失败。哎，现在等会没明白啊？他又要工作，然后又要帮王林拿东西，他那个慌乱，完全像梦一样的，这个包就没了。那如果全部都给我弄好了以后，帮我买机票，然后我看怎么回去。没有，都没有这个包。你说被谁拿去了？哎呀，现在咱们呀，迟到这会儿就得做找不到的彻底打算了。我想到了一个最坏的一个想法，就这样王林姐就要往回走了。建议他们真的所有的人都打起精神，一个一个的找，这不是一个明星的事儿，是这是全节目组的事儿，而且不要拍了。对，他那拍没意义，你说再找不着说不定整个婚礼组都在返程，就得返程了。你跟他说啊，好吧，啊，就不要拍了，这个节目都不存在了。我要跟他们说再见。不是一个明星的事儿，是这是全节目组的事儿，而且不要拍了。对，他那拍没意义，你说再找不着说不定整个婚礼组都在返程，就得返程了。你跟他说啊，好吧，啊，就不要拍了，这个节目都不存在了。 OK, I will say goodbye to you. 我要跟他们说再见。离丢包已经过去4个小时，节目组想尽一切办法，最终还是没有包的下落。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先回坎昆与另一队集合，再处理王林丢包后的相关事宜。不行，你一个人不行。哎，来的时候还有个包，现在连包都没了，超脱了。
啥都没了。包包丢了，等等，所有东西都没了。为什么？你去哪里？我拿手机，怎么会丢了？那他不能去另外的国家。他的真的是很脏。太理解，打鱼了。还有好多首饰在里边呢。你说你上这地方出来，你带什么首饰？我啥都没带。不是要好看吗？Carreras, incluso la maleta la andaban pisando, nadie la recogió. Okay, okay, okay. No, que les vaya bien. Que les vaya bien. Muchísimas gracias. Buenas noches. Adiós.急得不行，我说了你几句，我当时真的快崩溃了，特别为王林开心，这要不然他太麻烦了，太可怜了啊。然后其次就是我特别为世良开心，哎呀，原本他也不能去了，他也都取消了行程，陪着他回国，我的妈，感恩感恩啊，真的是感恩。行。
思量你受惊了。喝高了之后拎走了，以为是他太太的。一开始我以为是剧组跟我就是故意的逗我，开玩笑，知道吗？我一秒钟都没觉得，因为他那个对接的那个世良那个神情啊，那个装不了，根本就尤其他们组的人完全不会演戏，所以对。我们这些人下一次是否能够再聚在一起，这样的去出来旅行，我很珍惜。我并不想半途而废，我并不想放弃。虽然我平时我开玩笑，我总是我要回家，我要干嘛，我就是想做一下嘛。可是我心里面非常珍惜，非常珍惜这个团队，非常珍惜我的这些团友。
想过很多方法怎么可以去跟大家认识一下，所以第一天就跟你们抢了一些白粥，然后自己带一些榨菜给姐姐们准备早餐，很紧张，特别紧张。你好，我是新来的挑夫，叫我大眼仔就好。叫你大眼仔。对。好好好。我先起来。啊，你吃早饭了吗？我还没，还没吃。你要吃？啊，你先洗，你先洗头。我是那么晚来。你为什么那么早来？走。啊。Hello，Hello。哎呦，你好，我是新来的挑夫。你好，你好。现在好紧张。为什么紧张？为啥？不知道，不知道。你吃早饭了吗？我还没呢。我给你准备了早饭。你给我准备的早饭。你过来吃早饭吗？对。这些都是你带的。哎呀，真好啊，大眼仔。我给你讲。好吧，你来了以后，我不喜欢 Harry 了，不喜欢你了。啊，我怎么办？好热。解决热的一个方法是什么，你知道吗？脱衣服。对呀。Hello， 金姐姐好。Hello，Hello。你好，你好。你好。你的汽车进来车的，你的名字。妈妈妈妈。要怕我？我有可怕吗？好开心。不用担心。啊。哇啊！姐好，姐好。啊！不不不，我们都像家人一样。还有人睡着。我带去墨西哥吗？你怎么来了？还有谁？最近都认识吗？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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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我想看楼下了。谢谢。你好，你好，我叫大眼仔。对，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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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了。你好，你好，我叫大眼仔。马上出去吧。好。你们先都下去吃早饭吧。这行李我因为我吃过，你们先去吃，吃完我们就可以走了。我这行李我来弄吧，没事。这个是大眼仔给我们准备的早饭。哎，你是98年的？97年。你太小了，这个孩子太小了。这快成我儿子了，太小了。太小了，97年，97年都已经混生活了出来，你看。啊！不要浪费时间。好了，好了。好什么好了？什么好了？现在还有什么？看起来好了吗？你不要欺负仔仔啊！你们可不知道那谁开始欺负那个 ，Harry 开始欺负那个大眼仔，真的假的？喂，别讲话，不。你要干嘛？哪里不舒服？哎呦哦，哎呦这，哎呦哦哦哦这。对，新来的他就欺负他的呢，哎，这个给我拿下去，这走。这种 OK 吗？一会儿不让他吃早饭。我跟你讲 ，Harry， 再敢欺负仔仔的话，跟你没完 ，Harry。没有啊，你我们一起下来。你过去，走开啊。
对对。哎，早上好！哎，早上好！我要帮你起来。好香啊！啊！你吃早饭了吗？哎呀，我还没吃。那你别吃了，人家大眼仔。别吃了，大眼仔给我们准备的，大眼仔准备的。啊！哎，大眼仔给我们准备的，大眼仔准备的。好了，行了。你会讲中文吗？不会。不会哦。对。那好好学习哦，好。哎，你教他一个，你教他一个。红儿啊，你不会吧，红儿啊？红儿，哎，姐姐，走啊！哎，红儿啊，姐姐，怎么着？这学，这是学。红儿，红儿啊，红儿啊，同志，他是同志。红儿啊，同志，姐姐，多少钱一斤啊？鸡鸡多少钱一斤啊？这是美国人教人中国人说中文。鸡是什么？鸡什么鸡呀？鸡。这鸡鸡多少钱一斤啊？这鸡多少钱一斤啊？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一斤啊？对，好，那个 A 再来一次。哎，弄了要的感觉。A 多少？多少？这鸡多少钱一斤啊？这鸡多少钱一斤啊？妈妈，你不要打我。你喝人家弄来的粥以后不准欺负人家了啊！我不会的，就在训练他。哎，对对对，训练他的任务交给你了，好吗？哦，好好好，什么都交给我。啊，我会好好教他的。会好好教他的。这里面是有人吗？助理，就是助理。好，好，好，好。一个下去了，跟上次，还剩下十几个了，十二个。啊？啊，不好意思，我那边没有看到，十七个，还剩下十七个。啊啦啦啦！啊啊！助理，哎，这个助理到哪了？早餐牛奶的温暖，相信自己的勇敢，未来天空加点蓝。下的遗憾，今天加倍努力去追赶，奔跑去寻找答案。一大早就搞成这样了。助理，助理，助理 ，awesome 啊！不要直视就好。别太小。还有我们的美女，哎呦。哎，很有心力啊，要帮你啊！好贱呐你！好贱呐！看到了，我给上车了，瞎了。还有吗？应该没有了。要挤一下吗？挤吗？小明，要小明，你比较大块，你坐前面，我坐后面。等一下，你怎么再坐在这里呢？我坐哪？你先，那你先上，你先上，你先上。我跟你讲，你第一个下，最后一个上，知道吗？你怎么大哥们在这里？啊，站在大哥们下，
让你在这里啊！阿弥达，祖阿弥达，巴利巴利巴利。None of this is mine. It's not even. I'm super senior. I'm like way yeah. 欢迎收看有任性更任性美多斯密集修护精油独家冠名的美多斯花样姐姐。花样姐姐由太阳与太阳能、太阳能一切指定播出。你的箱子又不在。对啊，红色那个。对，红色和一个银色小。银色应该在，银色在这儿。这个是吗？这个不是。什么东西啊？啊 ，One moment。他有两个箱子找不到，但是我搬的时候好像没有搬到这两个。该不是你有蓝莱吗？拿过来了，今天拿过来了。然后拿到哪儿去了？公寓就在那个客厅上那里，所以把它拿到我们那一起了。紧张啊，紧张，紧张，紧张，有点混乱。大眼仔今天是拿了两个银色箱子给一个银的，一个红的，红的，对，嗯，但没有绑那个。在哪儿呢？你刚才放在哪辆车上了？都很。我刚，因为我刚才搬了很多，我没有搬到这两个，我觉得，因为我没有搬到这两个，我觉得。看到我们刚才搬那些行李里面所有都没有。就大家都放在一起了，但可能是。没有放到我们那个车上，但都没有，这是全部的。我们那个还有行李对吗？对。OK， 我问的就是想问这个。OK， 那肯定没问题。我跟你讲，你以后你一定要看住自己的行李，你别每一回都是这样。嗯，我以为不是你以为，不是你以为，你都要看住了，知道吗？没关系，没关系。OK， Thank you， 谢谢。本期花样团的行程是从坎昆出发，在巴拿马中转，最终到达秘鲁的亚马逊。而经过巴拿马中转站的时候，王林却被滞留在中转站。蹲在角落里就是觉得有点累了。太累了，因为我的包丢了，节目组都大家都觉着我来不了这个行程，是要把票退了。退了以后，当我找到这个包的时候，大家又要开始为我订票，直到临上飞机的一刻，我才问我说我这是什么座位，他们说是 standby 的一个座位，可是机门马上就要关了。不可能为我换了，那我只能在那边留着。最后我也想明白了，既然发生了，就一件一件事情来解决吧。到秘鲁，就是那么远的地方，还会有那么多人，就是喜欢我。Woo!
Thank you. Thank you. 然后我 I took my vitamins this morning. Close your eyes. From now you have to hear me say. Are we prepared for that? Are we prepared for that? Who are you gonna pray to? Oh, by the way.为什么今天是你第一天啊上班哎你在干嘛在干嘛你不能没有记住他这是你第一天上班对要做得好好好好好好照顾他好他很有点反应慢的 OK 你要知道还有你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你要照顾我们好的因为你是第三个挑夫对吗？啊、对, 对，就是要照顾，所以你就是像助理一样 ，OK，No problem， 啊，不算，我照顾你，你照顾我，啊，意思就是你照顾我们两个，那谁照顾我？啊，谁照顾我？你就是那个最小的，没有人照顾你，你要照顾好自己。哦、啊。接下来马上进入亚马逊哈，亚马逊危机重重。亚马逊。一个和野性疯狂危险挂钩的地方，是世界上最神秘的生命王国。叫不上名字的花虫鸟兽，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世代延续了万千生命，它让冒险者心之神往，让胆小鬼谈而色变。来到原始的雨林，如何填饱肚子，将是花样团面临的第一个生存考验。今天的午饭让你们自己解决。你找的话怎么办？助理啊，雷，等一下背我。助理，快点啊，帮他们上去。来，还有，我们多了一头羊。好热啊！我的老虎哥，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村里土生土长的羊，这个村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邻里乡亲和睦，老太们等花裙儿。助理，叫我。今天第一天上班喽，对啊，有点紧张，现在有点紧张吧？对。王陛下，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很高兴认识你们，多多包涵，今天有什么事情尽管骂我。为什么要骂的？你是用打的，你确定要骂的？你确定要骂的？那就真的骂哦。那可以打我，真的你打我吧。哎呦，真乖，真乖啊！你知道他的长相像什么吗？像什么？他长相像二胖跟三胖俩人搁在锅里混了一下。二胖跟三胖搁在锅里混了一下捞出来。你的眼睛怎么那么大？
出来了呀？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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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别激动。你这句话有别的意思。你眼睛为什么那么大？你喜欢吗？你不准把你眼睛张开。你把你的眼睛跟他眼睛在一块混一下，再出来一天两天。对对，你一整天要这样子。你看看他二哥，中文闭上，一整天都不张开。对，要这样子啊。这样子，这样可以的。我觉得如果眼睛长这样子，就是东西都看不看东西都看得好丑。你说我东西看不没有，没这意思，我没这个意思。我说我就眼睛那么小心，等一下把你弄下去哦。他这样都比你大，他闭着眼睛都比你。哎呦，没有，不可能，别这样说，不要说出来，真不要这样。有，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你眼睛很大，谢谢。真的，我觉得你眼睛真的很大。兄弟，你要有很好了，多大？大家坐好了吧，好吧，开始了。好的。对，这就是亚马逊，食人鱼、食人花，无数让你高声尖叫的未知危险，人甚至可以被蚊子、蚂蚁一击致命。上了贼船的花样团，后悔也来不及了，打算豁出半条命来感受亚马逊雨林的力量。节目组特意请来当地专家保护大家安全。所以秘鲁的亚马逊就相对来说安全，对吗？不，更加凶险。是有一个很大的感觉我会死，因为亚马逊不是开玩笑的，就没有一个所谓安全的亚马逊，就是真的出事就是出事。我买的那顶帽子还有预备来亚马逊打仗的衣服都是 Henry 提醒我要买的。你有帽子，你有这些裤长裤吗？我都没有。就你得去买啊， Amazon 呢会死的。我是好想钓食，钓那个食人鱼，真的好想钓。交给你了，交给你。但是题都是很小那种，是吧？哦，不，真的，有蛇胆这么大的，太 horrible 了，太夸张了。就是因为我看的纪录片，还有不管是电影啊什么的，什么食人鱼 3D 那种电影，就感觉这就随时就是跑出一个狮子啊什么的，就是可能那鸟啊都是会吃人的什么的，就是感觉随时随地都有危险。不是，亚马逊不是有那些巨蛇吗？蟒蛇，这个蛇可以把一个人整个一次吃完。我见过最初的一条水蟒有80公分，人肉啊！啊，对，那天它正好是吃了东西的，如果不吃东西，我们几个在那里砍木头的，基本上要给它吃掉。它那个是绑着吃的还是直接吞的？哦，不，我直接吞的。咱们去危险呢？危险？可不是危险，我要不是干嘛来了？我会保护。哎，大家不用担心，有我在。知道了吗？有我在。狗狗老师，不用担心，有我在。来，好的，谢谢。这就是亚马逊土航道，你看那个水的颜色都有区别的。颜色变了。三二一，进入了。哇！亚马逊，还有人呢。亚马逊来了，这个颜色会突然变的。完了，这里就正是亚马逊。哎，我都到了。啊，太好了。换船。对，换船。好。小心。哪个？这个。好。轻点。大家上船了。上这条。上错了。上船了，上这一条。丁姐，这里。哇！天哪！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吓死了！什么掉了？眼镜掉了。没事。我踩坑了。那我就一边拿帽子一边走，哎，就踩坑了，而且非常滑，因为有水嘛，这样我就很不好意思，然后让大家担心啊。他其实膝盖是全淤青，但不说啊，没事，他膝盖全都是淤青。助理，啊，我看好，对不起，我的失误。助理，对不起，真对不起。助理，你要牵着他的手啊。对不起。我在车上有跟你讲吧。我的失误，对不起。脚底，一定小心。我们钓那个食人鱼，有什么特别的技巧要注意吗？没有。待会儿我会叫你们，比如说那个钩子放好以后啊，先到水里面就划两下，划两下以后就扔下去就行了。其实他们是追着那个血腥味儿的嘛。啊，是。
那我们是用生肉来钓吗？还用生肉。哇，我很期待看它的牙，很恐怖的，这种锯齿那样的。就待会钓出来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它就是离开水，它有攻击力的。哎，到了。哎，水黑了。好恐怖！哇，蛇！我的天啊！我的天啊！哇，好吓人！太吓人了！太吓人了！啊，我们就在这里钓，在船上钓。啊，要开始钓鱼了。来，小心点，一头牛放下去，15分钟就没了。啊！一头牛放下去，15分钟就没了，最多15分钟。你们小心点啊！一头牛放下去，15分钟就没了，好恐怖！哎，那是什么？那什么？哎，那是什么？那什么？哎，助理，你抓他！我不敢。抓的话，抓他后背。我不敢。啊，对对，你把他 KO 一下。KO。哎哎，等一下，再来一个。给你，再来。等等，喂，我弄他死掉。喂。啊！再弄他死掉。等一下，他掉下去了。太坏了，我们。可以。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蛇人鲳了，你看它那个牙齿，那个牛皮啊，牛皮都可以把它看到牙齿，你看到了吗？哎呀，好恐怖啊！好恐怖！太吓人了那个牙。来吧来吧，吃牛肉给你吃。Me too, me too。咬到！哇！哇！好，不要紧张，慢点。等一下，我打他一下。哦，不行，很危险。你来。哎，不，把他 KO。只剩 KO 不了。KO 可以的。能不能啊？啊，你有了吗？有了吗？有了。哎，可以抓紧。给我。哎，把他，等一下，我 KO 一下。不要 KO。KO 不。可以的。Do not stop the fish。让他不要醒。他顶着顶着，啊！为什么都有了？啊！哎，你干什么？要不要亲一下？啊不要！要抱一下？啊不要！要摸一下？啊不要！讨厌！你拿下来！哎，你小心！你在担心我吗？没鱼了。稍微停一下啊，我们接下来要比赛了。比赛规则：群员共分为3组比赛钓食人鱼，两人一组，抽到同一根丝带的为一组。李志廷作为神秘帮手，单独在另一条船上钓食人鱼。比赛结束后，三组分别猜测李志廷共钓了几条鱼，猜测数字最接近的将获得李志廷所有的鱼，最终总数最多一组将拿到一块南极拼图。我要这个，来江妍姐，安全啊！一二三，我在钓了，啊！我跟他拉一组，太好了，来，好，这是算我们两个是命运，啊？你们俩一组啊？我们两个一组啊？你们俩是不是命运啊？小妈，哎，我会努力的。好，拜拜。OK。我要把午饭、晚饭都叼过来。
有自信吗？有。OK。加油。我们就要用最大。要不要牵着我的手？小雨，小雨。刚才都算吗？刚才算吗？算。那一条。刚才不。刚才的也算呢。那我们一条。没关系，不要放弃。嗯。有我。饿的不行了，哎呦，要晕了，不行，我真的要饿昏了。二胖。啊。要不要吃点西瓜？不吃。我们休息一下吧，嗯，我们一定会赢的。你们一个都没钓上来，还休息一下？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一定会赢的。要有自信，有自信就会赢的。二胖，不能放弃，要一起努力。我正在努力呢。好。正在努力。二胖，可以的，你可以的，不要放弃，自信。哎，你能不能先钓上一条给我看看？啊，我正在做。啊。大华，你屁股抬起来。哎呀！你快要把你推下去了。啊。谁跟你一起？我说。哎。二胖要专心的，我是专心的，你呢？我再努力。哎呀，好晒呀！我有一个技巧，就是把鱼饵不把鱼钩藏得很好，对吗？你鱼钩都在那儿，它肯定不会咬的，但你要藏得很好，就希望它第一下一咬，嗯，嘴巴就勾住了。对，就是藏鱼饵要藏得特别好。它已经不停在咬，但是就是钓不到。你看，咬成这样了。有了，有了，有了。啊啊！我有。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大华，你能不能钓一个？啊，我一直都不吃。你要把它拿近一点。对对对。哇！哎呀！有了。好厉害。为什么你那么厉害呢？我也很聪明的。我一个都没有。他一定很会钓。趁机。哦。哎。你都。耶！哎，怎么了？我一直没有抓不到。啊，加油，大华！一个没钓上来啊！对啊，就你们俩将来会饿死。哎，我在这里钓，你不要来这里钓啊！对不起，不要打扰啊其他人的主哦。好，我立刻离开。啊，这是我们的啊。错了。二胖。啊。这个又跑过来这里啊，打扰我们。
我应该去哪里了？我们这啊，对不起，我你刚刚在那边，然后你这又来这边了，打扰我们了啊！啊，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不公平，对吗，二胖？好，我们这边最多。二胖，你的鱼竿呢？啊，我放在那边了。那你为什么不钓呢？啊，我在。你不钓，你就会在这说。啊哦，哎，志玲姐，你又来这边了啊？请问我该去哪里呢？啊？你去国王你那边呢、啊？国王请我去哪里？你是哪来我们这边啊？干嘛欺负我的志玲姐姐？干嘛欺负我的志玲姐姐？啊？你让我保护她，你不能欺负她。助理，你不能欺负她。你不能欺负她。吃我的肉。啊，好晕。爸爸吃我的肉。哎呦，要晕了，怎么办？真的要饿昏了，真的突然间低血糖的感觉，饿了吧？哎呀，真是。好，我们输了，收工收工。够了，没有吃光了。欢迎收看有任性更任性，美多斯密集修护精油独家冠名的美多斯花样姐姐。好，这是一个校长的家里。海棠鱼加鸡烤烤吃可以，海棠鱼加鸡烤烤吃可以。哦，他们家有鸡吗？哦，天哪！鸡腿儿可以，鸡腿儿可以。这个是校长。叫海米。海米。看你们的，那你们把行李要不要拿下，我们一起烤一烤啊！你看老师都肚子饿了，脸都发白了。老师不行了。那你们大家就尽力一下，好吧？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好去烤。现在不烤了，起来说。饭，阿伟。哎呦，小心啊！小心。对。二胖，可以了，行，解开了，解开了。他一直在笑你，他一直在笑我。Why? Funny? Good. 他可能觉得我很狼狈。他觉得你很好笑哎。哎，我这一次好一点了。Yeah, I know. Okay. See,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来，放来。啊，来了，要烤了。哦，这要怎么烤嘞？哇，第一次在这样的厨房。哦，这盐吧，这是抹的油吧？它快要被熏爆了！哇哦！皮大尼亚，谢谢你们的牺牲，我们就有一碗好饭吃。怎么都烤成鱼干了？我要清蒸的。没办法，没办法。哎，助理啊，这么多要求啊，现在没有啊，这么多要求，把它推到黑水里。我给小妈想的，我给小妈考虑的。把它推到黑水里。哦，烤鱼的时候呢，去拔那个木薯，把两个木薯跟一起煮起来才有的吃啊，光光吃鱼不行啊。哦，对，来去吧，啊，这交给你们了，来这里，对，好。拔啊？怎么可能 ？OK OK， 好好好，哦，哎呀，哇，哇，哦，是这样的啊，啊，是啊，什么？下次来还有很多，拔吧。哦，怎么拔？我们一二三，好吗？没事没事，我们 heavy 吗？可以，一二三，哎，装了，一二三，得罪，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好大一个，我们 heavy 吗？一二三，多四，
我们永远用手指这么挖，用手指这么挖。这再试试看。哦，这个容易，有这个这条。哦，这里有。哦，这个全部都是，这全都是，是吧？哇，好大一个！哇，好大一个！哇！往上，继续啊！哇，一大堆耶！哇！哇，好大！哇，大耶！我们不会饿了。我好想把这水都喝了，你们好渴。要不要喝？连城的问道，有那个有没有？连城的问道，有那个有没有？同志们渴不渴？你一言我一语，撩人的心头热。行行，要说渴，真是有点渴。我真的好渴。一掌问大伙儿，同志们渴不渴？你一言我一语，齐把那话儿来说。要说渴，真是有点渴，嗓子冒烟儿，脸冒火。我能喝他一条江，嘿，我能喝他一条河。然后交给那个校长太太就行了。校长他媳妇儿。哦，他唐小心。孙杰丽泽。哦。不用试啊，他太好笑。Can I try? 哎呦！古一代，哎，助理，哎，助理，真好，谢谢助理。哎，这毕业了。哎，你是不是也是有点酸啊？我好像哎呀！助理，哎，再往下一点，屁股吗？屁股，抓一下吧，抓一下我屁股啊。Oh baby。哇，好好吃哦！哇，这个放在上面哦，也是这么烤的，看起来真好吃。哇，好白的那种。哎，王，哎，好吗？我好呀，我很饿。你今天是厨师？对。哎，好啊，哇。你在想，饭来了。好恐怖啊。吃慢一点啊，它有骨头，骨头比较细的。好咸啊。哦，对，对不起，我刚刚加了很多盐。加了很多，不同时间加了盐。肚子里面放了好多盐。啊，肚子里他放了。哎呀，刚撒过来，天哪！没想到会钓鱼，也没想到会吃。对，我们没想到真的吃。我们只是假装这样子。对，没有想到真的。刚刚我妈说不吃的时候，我们说我很想吃。这几天大家辛苦了，我们干一杯吧，好不好？好，比你想象的好一点。谢谢你。李导又来了。刚才我们钓鱼，你们猜一下视频钓了几条？两条。六条。两条大鱼。两条大鱼。两条要。哦，对，我们是那大鱼来着。两个视频是吗？我也是理解。你们猜两条。小妈，四条，我们俩猜还有用吗？六。我们六条。六条。对。志廷，你宣布一下你刚才。好吓人呢。志廷哥。哇，徒手。徒手。徒手。掉了个。
我已经很喜欢钓鱼。我有一个技巧。我钓鱼是吗？对啊。钓了个一条。你们两组刚才分别钓了几条？我刚才我诚实的说，我一条都没钓着，全是那个人钓着了，把杆递给我的。我也有摄影师帮忙，我也那你刚才钓的那么兴奋？不要害怕。Thank you. 那起码有人给。汉华，咱俩在这得饿死。一个鱼都没钓。哎，他们一个鱼都没钓啊。哎呀，你跟二胖你真是要饿死。一起饿死没关系。哎呦，刚吃一点东西就要吐了。就是。哎呀。是，一起死。哎呀。是，一起死。没关系，抱着你死。哎呦，我还是弟弟吗？是弟弟。哎呀。还是弟弟。Hello， 喝花样奶鲜，做花样姐姐。花样姐姐由喝出自然女人味的贝依美花样奶鲜特别支持。完了，什么？啊！啊！哇，他们厉害哎！哎呦！他们都会踢的。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哦，就是抢凳子的游戏。We're gonna play again. Okay, whoever sits, I have to sit the last one. 我 lost again. Music. 拉起来。Sit. Music. Up. Sit. 拉起来。我看到了。Okay. 哎呀，聪明呀。小孩子的意思啊，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小孩子，你满众在参与。哎，你教训他一下。你们教训他一下。Are you ready? Yes. Listos. Are you ready? Listos. Sí. Listos. Listos. Sí. Okay, listos. Unos, dos, tres. Yeah. 大只哦，嗯，大只，幸好他不会听中文，真的是说女孩大只。不要打，草要怎么讲？你想说什么？我想说这个，这个是什么？剪刀啊，剪刀石头布啊。OK， 只剩下三个。回家，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对不起了。The champion, only one champion. Número uno, número uno. Listos? Sí. Okay.他先做的，他先。No,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Champion.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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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是我呀呀呀 This is three pound three pound Chinese dance可以跟你给讲一个东西吗？那边说那边有一个很漂亮的东西要给你看。不是蛇吧？不是蛇，不是蛇，那是人生。好死我！只能看到一次的一个漂亮的东西。哦，哪儿啊？就在这里啊。对我来说，你是最漂亮的。我带你来这里。现在在海边哦，就像电影一样，怎么样？够浪漫吗 ？OK。帅吗？很帅。你还当我是弟弟吗？你还当我是弟弟吗？我以为是弟弟。我还是弟弟吗？当然是弟弟。我还是弟弟吗？是弟弟。我有一天会让他知道我不是弟弟，对，然后他就会喜欢我。你还当我是弟弟吗？你可以抱一下我吗？啊，抱一下啊，抱抱抱抱抱。一起死，抱着你哭。牵着他的手了，他爱上我了。阿派，就爱他吧。我背你，我背你上来。哎呦，哎，怎么那么重？我背包特别重。什么背包？你现在没有背包。